现在就等这个平台过去了。哎，你干嘛？啊，哎，机娘，Hello？那啥，我说，那什么，好吧，你不要用这么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不是给你造东西的，自己去玩自己的。我现在要有点很重要的事情不能被打扰，我要把我的东西搞好，我要把我的套装搞好，然后再慢慢。哎，对，对，好了，我换一套，看看，耶，为什么中间这个是白的？贴图出 bug 了吗？好像是换错衣服了，应该是换成我刚造的那个盔甲，在哪儿？哦，在这儿，女猎手盔甲。然后那还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为什么总用这么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啊？我觉得我造了个智障机娘出来。穿这套衣服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辐射抗性稍微高一点，所以我的辐射不会长得那么快。我们要找的地方在哪儿啊？大概就在这附近了。哦，我听到了，有尸鬼的声音，这是一个，旁边还有吗？哦，这边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打中，多打几枪试试。两个 legendary 了，好了，这边干掉一个，然后。哦，这个居然打中了63%，两个 legendary 的直接死。啊，还有敌人吗？这是什么？我的机娘刚才自己干的。等一下，这边还有。这个，再见。你没起来就送你再见。我听到附近还有声。又一个，再见。哟呵。现在我这把枪是，本来这把枪是一把 ACR 感觉的枪，然后我现在给它升级以后，它变成了，轨道枪，也就是电磁枪。我吓我一跳，就在你背后啊，亲！哦，没让他冲过来，被尸鬼抓一下还是会长那个辐射的，不过他直接近战模式直接切手枪了。你去把他干掉，不，我是说你去干掉他，快，你去干掉他，我在这儿等着。你干嘛呢？对对对，快去干掉他，金瑶，我相信你，这是测试你的战斗水平的时候。哎，我说干掉他，嘿，哥们儿，不是姐们儿，你行不行啊？好吧，他行。等等，这还有一个，这怎么好多啊？再见。然后再把这个干掉。哎，果然是，哎，还有，哦呦，你这次反应倒是挺快，我还以为我造了个智障出来了，不过这样的看起来还行。好了，我们继续探索。我找了一圈，居然没找到下一条路，应该是在，你站这么高干嘛，哥们儿？再见。哎，地雷！哦，这边也有啊，我把这尸体给我炸过来了。你居然没事儿？我的，你能帮我打开这个锁吗？Hello？嘿，智障。好吧，他来开锁了吗？你来干嘛呢？What's up? 开 Can you 锁？get that open? 你能开锁吗？好吧，看来他没这能力。Here, servers, me. 我应该是他的等，应该是他的开锁的这些能力的等级也是跟我相关的，所以说我自己的等级不够开锁的话，他应该也不够。那 Ever hear of 这就相当尴 town way to 尬 the 了。north? 不过也没事儿，只不过可能又是点新垃圾什么的。我们现在要，这是洗手间呢。我给他开启了感情模式，所以，哎，我操，你是活的，把我吓得一蹦。
我给他开启了感情模式，所以他现在会对随机的事情做出一些评论。哎，我操！直接撞脸上，爆头！等一下，这距离都没中，玄学命中率。这个我看到了。为什么我现在对头的这个，我为什么现在头的这个命中率这么低？这边又一个，这又是个 legendary 了。哦 ，legendary 的会回血。哦呦，还没让他冲过来，结果就给了我个这么没用的 legendary 物品。金娘又在后面了，这个辐射的这个跟随系统真的是有大问题。就是你呀、啊，我们的目标就是你，阿尔赛，居然，哦，我还以为弄不死他呢。嗯，好了，搜刮一下物品，我们的任务搞定了。等一下，还有一个，哦呦，你这次反应倒是挺快的。保险箱，这保险箱是不是？又来一个，我今年反应快，所以他这次反应还是挺快的。看看，啊，这边可以把这个锁打开呀、啊。好了，应该是打开了。哦，好，不过这里边这东西也都是一般吧，就是数量多了点。这居然还有一个开美，还有一个武器工作站。然后他就这么悠闲的坐那儿了。哦，刚才没看到这上面还有把武器呢。这又是什么地方？哦 ，fusion core， 把这个拿走，给我的 power armor 供电。鬼果然是捡垃圾似嘛，任何时候都是捡垃圾。我们都看到了什么？我好像听到了。哦，他出来了！金娘一枪给他崩了，而且刚才他这个姿势，不错不错，干得漂亮。新任务 ，OK， 我要给金娘装一个新的插件，然后才能去做那个任务。所以这个就是说，对，没错，就是你，我要给你换一个插件。是装一个新插件。OK， 装上了。你为什么总用这么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好了，搞定。然后给装上了新插件，我们现在去找。哦，先遇到了野狗还是什么东西？再见。目前来说这还是挺轻松的嘛，对于这些野怪什么的。都不用我的金娘出手了，虽然他出手好像也没太大作用，他也只能是在近距离的时候拿手枪崩几个人了。我给他设定的战斗模式可能有点太偏向近战手枪了，所以这货总喜欢在近战的时候先掏手枪而不是先攻击。我听到了，哦呦，哨兵机器人，这是个 BOSS 级别的，不过因为现在我等级高，所以他也没那么强。不过我这个，而且他的战斗模式有点防御模式，他都是先找掩体，然后再瞄准，不是像之前我造的零号机那样子，他直接零号机是见了东西就打。不过零号机现在我忘了我给他放到哪个据点里了，所以我又造了个一号机跟着我。对，没错，回头找到零号机了，可以给你们看看零号机。哦，找到位置了，我们进去。辐射四这个读图是有点大问题了，哪怕是 SSD。等一下，你离我太近了。好吧，让我先搜刮一下东西，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terminal 上边能不能打开什么。Yes。OK。Serve control。DC engage lock， 把锁解开。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锁，但是一般见锁就解开，见门就打开，见保险柜就解锁，是绝对是没错的。哦，这边有陷阱吗？哦，我还是踩到了吗？哦呦，这个电，
哦，你啊，好吧，对了，西娘反正伤反正防御高，她被电一下也没什么事。哦，在下面。OK， 我们去看看这个东西。哦，我刚才给他装的插件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只有他装了这个插件才能打开这种锁。这是 DLC 的那个主线。我倒要看看这个门要开几层啊！我去，太花哨了吧，开个门这么多层。不过我感觉后边要他检测到我的机器人来了，所以就把门打开了。哇，为什么这个 DLC 开门都这么花哨？有必要吗？哇，几层啊，真是够了，门太多了。哦，这地方我们要小心一点，对面还有敌方机器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慢慢过去。对对对，我们要慢慢过去。我打掉了吗？好像我先好多炮塔还是电击的。哎，这镜头是怎么了？特斯拉炮塔，我头顶上还有啊，我头顶上居然有俩。哇，这镜头是他妈的太扯淡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慢点走吧。你在打什么东西？哦，有机器人呢。哎，这个爆头命中率上来了，果然机器人不会躲了。最后一枪居然没打到，哇，这边有人拿火喷我。哦，原来他们弱点不是头的感觉，我感觉打他们身体反而伤害更高。哦呦，刚才 AP 值不够，再放。哦呦，这都是什么武器？哎，我怎么背后还有一个？走你！你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候先换武器呢？我觉得我要重新编辑一下他的这个战斗模式才行。不过现在没机会了，在任务中。这是另外一边的锁。我们开这个门是干嘛呢？有警报。哦，有什么东西要升上来了？果然，爆头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特写再爆头呢？而且这个特写不怎么样。我倒要看看。哦，这个东西我能打中吗？果然打不中，太小了。哦，这是什么东西？坦克步，哎呀，这玩意儿会冲刺，走你！哦，还会自爆。金娘，你没事吧？把这炮塔搞掉，搞定。金娘 ，Hello， 金娘，哦，他没事。看起来这边有很多敌人的防御机器人。爆头，又要有特写了吧？没错。安全的时候看着特写还是挺有趣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轨道枪射出来的是蓝色的，就是表明我这是有电磁加速的。哦，那是个 legendary 的，我忘了 legendary 的会核爆，小型核爆。哦，又一个炮塔，这炮塔放的位置真是恶心。哦，前面有敌人。一堆炮塔和一堆 Scavbo， 为什么上边这个也能让我瞄准？他不是还没造好吗？又有特写了。哦，近距离干掉他的感觉还真不错。我把没造好的都给干掉了，把你们扼杀在摇篮之中，你们这些防御机器人。又是什么坦克？爆头，快爆头！哇，这伤害有点低，用一个
用一个强制致命一击。哦，呜、哦，飞得好远哟！是你干的吗？嗯，再扫一个门。啊，这个 DLC 的门打开真是够慢的。我最烦就是这个 DLC 的门，其他的都好说。嗯，开个门这么慢有必要吗？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要去哪儿？哦，让我开个锁，我看看。好吧，只是些，反正是捡垃圾嘛，我们的重点都是捡垃圾。哦，这个是在，哦，我近距离有一个眼球，先把这个干掉。然后在这墙的另外一边，我看到还有防御的机器人。嗯，你在哪儿呢，小样？哦呦，你就在这儿。你打爆了什么东西？呜、哦，看这个特写，终于给子弹特写了。哦，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啊，没有体力，没有 AP 值去开它了。我滚一边去！哎呦，这纸娃娃系统是什么鬼？为什么你会飞得这么欢乐？哦，这个地方该……哎，它是活的。这地上有的原来是活的，靠近的时候它才会跑出来。嗯，哦，这地上边也有很多残骸，估计有不少是活的，小心一点。嗯，果然这个是活的。走你。哎嘿，又来一个。你终于知道拿你的主武器瞄准了吗？哎，地上还有一个活的。哦呦，这些都是近战的。这也是活的吧？果然是，最后一枪好像不是我打的，是姬娘打上去的。好了，一切都在涨，嗯，现在就等这个平台过去了。哎，你干嘛？哎，姬娘 ，Hello， 那啥，我说，那什么，好吧。好了，我们现在这电梯下来应该就是最终的 boss 战了。哦哦，还有这个帮你清理辐射的这些装置，这还不错。果然是大战之前的准备吗？是不是应该往这边走？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带瞄准镜的马格南，这是我自己改的，因为我突然发现好像好吧，实弹打这些机器人还是差了一点。我有他的是什么东西，直接给我视线都打模糊了。哦，只有这一枪了，先一枪崩了他。这个枪我发现，因为我刚才发现这个枪对于这些喜欢近身的机器人来说反而更好，因为它虽然是把手枪，但是它口径大，而且我装了这个瞄准镜以后，它远程的命中率也不错，比我那把轨道枪虽然差了一点，轨道枪的话更适合。这个是什么鬼？它为什么显示是敌人？它不是被关闭了吗？而且我居然还可以瞄准，也没有任何反应啊！打他，算了。好了，还有一个锁，交给你了，你去把它打开。嗯。嗯，多少层啊？好吧，这应该是大战的时候了。哦，果然是，应该有剧情先。姬娘，你来不来？哦，你叫我什么？哎呀，我都看出来你是个妹子了，不要再装男生了。我这
本来是你看他应该是你看不出来他是男女的，但是因为我装了个 mod， 所以直接就看出来了。出戏了，于是这就出戏了。你刚才破音了。哦，这就开始了。这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探照灯还要让我打？哦。这小眼球很烦人的，你不好打中它。哦，我脚底下居然出东西了，我正在换弹呢。贴脸，贴脸扫射吗？得注意给自己补血。这个我先打后面那个，因为后边那个他的伤害更高，他头部那个激光炮，如果让他蓄满力的话，能直接快把我打死。而且这种近战的可以慢慢解决。金娘呢 ？Hello， 我金娘居然蹲到这儿来了，我觉得他在卖我，为什么又是这个？金娘，哎哎哎，我腿瘸了。腿部重伤，辐射四是捡垃圾四是有这个啊、哦，这个也会自爆啊！你在干嘛呢？他又是近战先切手枪了，他这个作战模式我必须要改一下，或者我再造个二号机出来，一号机要不然就保持这样了，我再把零号机和或者是我再把零号机拿出来玩玩，或者是回头我再造个二号机。我的腿还没恢复，好了，就你了。哦呦，这个是会自爆的。哇，这会儿消耗弹药挺快的。哎，还有吗？你就别装男生了，我这样的看着好尬。你说我可以直接崩了他吗？不过我倒是想触发这个剧情，所以我不太想崩了他。根据这个毕设的习惯的话，其实应该可以直接崩掉的，或者可能在这个场景里边他被设定的是只能被击倒不能被打死的模式。又来了。哦，这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挡到我了，金娘。哦，好了，这是个 legendary 的吧？我是这站远一点，他会自爆。Oh shit， 不够远，小型核弹你永远不会觉得你站得够远。可都是什么东西在打？哦，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手雷都扔出来了，你这个小眼球。最烦你们，虽然你们一枪都死，但是这眼球很容易跑得特别快，不好打中，还不能靠近那个自爆的 legendary 的尸体，靠近他也有辐射。哦呦，我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升上来？果然应该是有东西升上来。我现在终于知道这些敌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都是从地板下面升上来的。好、哦，你没电了。Everything 还有啊！我操，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爆头！爆头！耶、yeah ！漂亮！哦呦，我好像听到什么蓄力的声音。你们俩在干嘛呢？他真喜欢他这把手枪啊！哦，无论如何都要先切手枪，这货。哦，这是个支线任务，这不是个支线任务，这只是个提醒，他以任务的形式。怎么这还有一个？哦，看到特写就知道要打中。
他快没电了，都开始倒，系统都开始倒计时了。这什么东西在打我？哦，又出来了。这轨道器，哇，这得给他打了个大螺旋。这都是哪儿打出来的？上边的这些东西，这是个地雷。不是，上面那些没造出来、没造好的东西也会打我呀，原来。又有什么东西出来了？哦，我直接跳到背后，还真是吓人。哎，这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哦，直接小角度给他干掉了吗？还不错。没电了吧？没电了吧？没电了吧？什么都没了。哦，居然还有电。哦，可以劝说他。难度稍微有点高，试试。I just want you to hear me out, face to face. Very well. 喂，劝说成功。这个挂在上面还一直在产生各种模型碰撞。哇，我觉得刚才我应该打出来的尸体比这要多才对。都去哪儿去了？哦，他下来了。嗯，来，我们讨论一下。Who are you? 你谁呀？ Do you think it's time you ditch that mask?对，先把你的面罩取下来，然后我们再谈。我就说嘛，你就不要再装男的了。Isabel Cruz, the mechanist was just an easy way for me to help the Commonwealth, but all my 他以为他自己造的机器人是在帮助人类，其实他造出来的机器人有不少出问题，然后开始屠杀人类，因为他们认为减轻人类痛苦的办法就是让人类不再有痛苦，也就是把人类给灭了，所以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因为这是机器人没有感情，所以他们只会按照这个程序去做事，所以就变成这样。Call it user error then. 任何时候都要用调侃。They're killing people to save them. Saving by killing? No. It's the logic. It's there. 因为机器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I was hoping it was the robo brains, an issue with their memory wipes. But you are right. 所以说。Their primary directive was flawed. 劝说成功的话，就会有这么一段剧情。所以说，任何时候都要选调侃。呵呵。喂，那个还在制造噪音吗？那个挂在那个平台上了。嗯哼，对。所以我要，我看看。I'm not here to kill you, only to get you and your robots to stand down. Done. Consider it done, and you won't regret this. 这就劝说成功了。I promise, none of the Commonwealth. 你其实这地方也可以选择把他杀了，但是杀了他，他就没有后续的支线任务。You can use it to shut down the security protocols. I just 那机器人还在制造噪音。OK。他把这密码给我了，我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关掉了。哦，他造了这么多机器人帮他干活。关了。好了 ，cancel。搞定。Galaxy News Radio is kept in the air by some very generous. 还有什么？还可以让我把门打开吗？看看。哦，这个是。这个系统错误，这俩都是系统错误。好了，没我什么事儿，完。